伫咧圣诞节的前夕，中华信庙基金会和微笑运动用品公司，佮有国际中塔嘉义社共同联手做爱心，关心由中华信庙基金会所服务的偏乡去澳辅导班的学童，是特别伫咧17号下晡，将体育用品店变身成为圣诞屋，和将近100位经济弱势的囡仔免费来见家己喜欢的新鞋啊！囡仔大家拢相当的欢喜，面上拢充满着幸福。关怀偏乡客户班的学童，中华信庙基金会加国际中塔嘉义社，选在17号将体育用品店化身成为圣诞屋，让72位学童免费竞选新鞋啊！中华信庙基金会表示，对一般家庭来讲，一双鞋啊可能只是简单的生活用品，但对在场的孩童来讲，鞋啊破去。派去厝内状况也真歹，予囡仔换新鞋啊！因此结合国际中塔嘉义社以及微笑运动用品公司办理换新鞋啊活动，共同用爱心帮助嘉义偏乡客户班的学童，有机会穿家己喜欢的鞋啊，予因每一步拢行了更踏实。对一般的小朋友来说，拥有一双好的鞋子，一双他们喜欢的鞋子，他们是多么的开心啊！那这个圣诞节，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有国际从他社嘉义分社呢的社姐们，还有我们微笑运动用品的股份有限公司，他们提供了这个机会，让我们跟嘉义天主教中华圣母基金会一起来用行动来关怀这一些小朋友。我们也只是尽一点点微薄的力量，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希望这些孩子能够感受到社会大家对他们的爱，没有忘了他们啊，他们也自己能够自立自强，以后可以成为一个更棒更棒的小孩。我想这才是我们从他社最重要的目的。中华信庙基金会甲国际中塔嘉义社也特别伫活动当中，化身成为圣诞老公公，将婴儿旧鞋啊放入礼物袋内面，重新变化成为全新的鞋啊，赠送给小朋友。李微笑运动用品也特别调派10位工作人员支援服务，共同帮助婴儿试鞋啊、穿鞋啊。婴儿也伫现场欢喜的找寻、试穿家己喜欢的鞋啊，现场充满圣诞节的气氛。新闻台王小璇，嘉义市采访报道。